是啊，老师。哎呀，你紧张什么？按理说咱俩是同辈儿，我呢也才20多岁，你不用紧张跟我说话。不行啊，老师，我还是紧张。哎呀，你紧张啥呀？你平常跟其他女孩子怎么聊天，你就怎么跟我聊就行啊，不用太拘谨。那你先打个样吧，老师。哎，张志他爸，你平常一个人带孩子也怪辛苦吧？找不找对象啊？